昼共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鱼，话说宋朝。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。各位呢，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鱼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领受官职，岳飞单独评判，人间地狱，江南一片萧条。咱们是时候得说一下建炎绍兴时期的江南呢，也南宋的这个环境了。说实在的，一点都不夸张，人间地狱并不比江北沦陷区能好多少。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在某些方面，建炎集团比女真人做的还凶残。首先呢，就是江南人民的苦难。江南人民呢，本来活得自由富足啊，就跟在天堂活的似的。可是北方人一下子拥过来了，来的时候呢，破衣烂衫，面无血色，身无分文。突然之间呢，江南最好的土地、房屋、钱财、子女、玉帛，哎，都是他们的了。你这不是明抢吗？用已经灭亡了的北宋政府的一些头衔来明目张胆的抢劫江南人。比如说赵构入杭州的时候，挑大房子住，太监们急吼吼的重过王侯生活。这些风光的背后藏着多少江南富人的悲哀呀？不仅生活富裕的江南人，就连有自由身份的江南人，他们的各种资源也都被抢占了。你对北宋来说，女真人是入侵者，对江南人来说呢，北方人一样也是入侵者呀，这就是当时的事实。哎，可想而知啊，江南人肯定会报复啊。于是呢，北方过来的就是游寇了，像前面罗列出来那些个镇抚使啊，南方呢就自发形成了土寇了。土著人起义吗？比方说洞庭湖里的中相杨妖啊，他们和南宋政府呢是死敌呀，而不死不休啊。这是说完了南方，咱们再来说说北方人民的苦难。渡江逃难的可并不全是赵构等等这些什么政府军队人员，那才占多少比例呀？更多的是北方的平民老百姓啊。这些人到江南之后，衣食无着，赤贫如洗，谁管他们呢？赵构和其他政府人员还隔三差五的跳进海里去呢，是不是？而且各种资源都被上位者给抢空了，所以北方的平民呢，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哎，还得面对江南人民的怒火。北方逃难的平民，他们的悲惨那是不可想象的。可是呢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我们如果是赵构，是建炎集团，为了重新立国，为了抵抗外敌，就必须要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以及政府职员，这些都是需要巨大的金钱来维持的。那钱从哪儿来呀？收税嘛，就像人民征集这个钱嘛。于是乎，不管矛盾有多激烈，还是得不断的压榨人民。如此一来，导致更多的矛盾死敌就又产生了。再深入一些，具体到岳飞等军方人士身上，他们要怎么办呢？他们看得见苦难，看得见不平、残酷、剥削，他也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，那就不干了吗？这是生而为人的悲哀呀。人类社会就有这种法则，人类社会的发展、社会秩序的建立、意识形态的完善，都必须是以战争和流血的方式来进行，古今中外莫不如此。岳飞又怎么能脱俗？所以当他在境内作战的时候，去剿灭游寇或者土寇的时候，他的双手是沾满了普通百姓的鲜血，那也是迫不得已。不这么做，你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来看看。岳飞在做这些的时候，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，因为他绝对的严以律己，他麾下的军队纪律严明到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，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堪称最佳。比方说岳飞驻军的时候，所辖部队不许随意出营房，不许走街串巷，更不许像北宋禁军那样做买卖从事生产。岳飞行军的时候，以从洪州出发去湖南的一路为例啊，洪州的百姓想观看他的盛传于世的军容，却错过了时机。为什么？那天黎明之前，岳飞的军队就出发了，等他们接到通知走上街市的时候，只看到岳飞还有几个老弱兵丁替他牵着把马匹。岳飞沿途借住民宅，临行前要替主人家打扫干净，借用什么炊食器皿了，必须洗干净了，那才送还入主。他还和士兵们一起吃饭睡觉。当岳飞经过庐陵的时候呢，郡守特设了90军帐，准备赶到郊外劫持他，却看见军队不断经过，始终看不见岳飞出现。郡守就问士兵啊，岳飞在哪儿呢？岳将军才知道岳将军一直啊和这些偏将皮将在一起，
早就走远了。这些啊，似乎只有八路军叔叔们才能做得到吧。更难得的是，岳飞的军队在作战的时候的操守，乱世中兵匪那玩意儿叫一家呀，甚至兵祸大于匪患呢。在南宋的军队里，小股的咱不用说了，久负盛名的三大将都有问题。韩世忠啊相对还好一些，但是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他出兵的时候伤亡很大。哎，不过有些是误杀。张俊的爱钱，号称张蝗虫，所过之处一干二净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基本上能留下不少活人。最狠的就是大衙内刘光世，这个人的处事哲学呢叫养威避世，避世是指夺女真人，养威是指出兵剿匪。哎，但凡富庶地区闹匪患，他一定抢着出兵，当他成功之后，那片地区就全白了，好人坏人全死光，一整片地区的财富全都进他个人腰包了。但是岳飞呢，每次出兵都是同一套程序，不论是征讨谁，最初都是写一封信，借以南宋给予他的官衔的名义开头，哎，以皇帝的命令为内容，第一个要求就是永远都是招降，咱别打，你投降行不行？对方不降才开始作战。战斗中呢，他只涉及抵抗人员，战胜的、追杀的，直到达到某一底线的为止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基本上不会赶尽杀绝。哎，他怎么这么不热血呢？对曹城也是这样，双方在贺州开战，焦点是争夺莫邪关，曹城先到一步，岳飞派出最得力的部下前军统着张宪去攻打。开始啊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没等张宪抵关强攻，岳飞部下的这个前军第五将韩顺夫啊就已经夺关而出了，而入了啊。从这一刻起呢，敌我双方基本上都认可了一个事实，就是莫邪关的战斗啊已经就结束了，曾败亡啊，这玩意儿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了。哎，韩顺夫很放松，岳飞离得很远，张宪也不在眼前，他有点本性暴露了。韩顺夫在莫邪关内啊喝酒，完了之后呢调戏妇女，兴致正浓，突然间有人杀进来了，这人带着很少的部队从岳家军的外围杀入，把整营的士兵都击退了，闯进营帐里边一刀就砍倒了韩顺夫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杨再兴。后世传说他是北宋杨老令公的后人，其实俩人没什么关系。杨再兴生在江西吉水县黄桥镇，祖籍在河南象州汤阴，那是岳飞的同乡。哎，莫邪关再次失守，岳飞一听大怒啊，这不是胜败的问题啊，这是韩顺夫给整支军队带来了耻辱啊，他宣布不为韩顺夫报仇，和韩顺夫一起喝酒逃来人全都枭首。之后他命令原来第五副将再攻莫邪关，一定要活捉这个杨再兴。这个时候全体岳家军都认为是韩顺夫喝酒误事，只要认真对待就行了，杨再兴只是一个普通的贼将而已。自从建军剿匪以来，他们不知杀过多少这样的人了。很快消息传来，第五副将战败。岳飞冷静下来了，派张宪亲自出战，他又想了想，加派后军统治王京前去接应，岳家军前后统治官一起出阵，应该能手到擒来了吧。很快消息传来，莫邪关被攻下来了，但是没抓着杨再兴。交战中岳飞的弟弟岳帆死在了杨再兴手底下。岳飞一听震惊啊，整个岳家军都震惊了。在以后的行动里，抓杨再兴这就成了第一任务了，至于抓匪首曹城，那玩意儿顺带的事儿，是吧，搂草打兔子。混乱中呢，曹城和杨再兴边战边逃，十天之后他们逃到贺州东北部的桂岭，这个桂岭县，这里啊山重水重，哎，一旦深入啊很可能会摆脱岳家军。但这只是理论上，之前呢曹城全军整整十天都没有逃出贺州，说明一个问题，岳家军紧紧地咬着他们，时刻都在攻击之中。桂岭县是终点站，在这儿曹城的部队被打散了，他率大部分人马呢逃向了连州，就是今天广东连县。他逃得很慌，连前面啊有什么人等着他他都不知道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，因为没人搭理他。岳家军第一主将呢张宪为首，全都涌向了靖江，就是今天广西桂林，干什么呢？那儿有一个巨大的诱惑，谁都搞不定的贼将杨再兴往那边跑了。杨再兴啊一直在战斗，一直在逃窜，他不相信命运。这个时候呢，他面对国内军队要战斗到底，以后呢他面对异族敌人的时候也会战斗到最后时刻，这是一个天生的军人，一个无与伦比的战士。张宪率领骑兵紧紧地追着他，逃跑之中杨再兴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，前方是一条深涧呢，骑兵是没法跨越的，他只要逃到深涧的对岸就安全了。杨再兴跳了下去，随即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岳家军的追兵没有跟他玩什么穿越深涧的游戏，而是拿出了弓箭。好吧，杨再兴觉得得了，战争可以结束了，他向追兵喊，我是好汉，不要杀我，
带我去见岳将军。张宪活捉了他。绝大多数人认为张宪之所以选择活捉，完全是想让岳飞亲手报仇，毕竟杨再兴杀了他的亲弟弟。可是岳飞却亲手解开了绑在杨再兴身上的绳子，他说，你是好汉，也是我同乡，我不杀你，但从此之后你要效忠国家。岳飞公私分明啊，说得很清楚，我是为了国家利益我才不杀你，绝不是因为我手软啊，想做烂好人。杨再兴一听非常感动，发誓要效忠国家呀。岳飞得到了杨再兴，却失去了曹城。曹城晕头晕脑地往前跑，从郴州跑到了这个邵州，把头伸进了韩世忠的虎口。韩世忠的部队被禁止向长江周边运动，却可以向福建等地出击啊！在刘光世、张俊壮大部队的同时，他也在扩充实力。这个时候，他正带着人回驻地，路过邵州的时候，曹城哎撞过来了，这不是肥猪拱门送上门来了吗？韩世忠收编了曹城，平白无故的得到了最大的彩头。之后呢，他就带人走了，没跟岳飞说半句抱歉。岳飞也无可奈何呀，韩世忠那是他必须仰望的对象啊，至少在军阶上那是这样的呀。岳飞剿匪成功，升官之余呢，得到了一份殊荣，赵构啊召见了他。时隔七年，这俩人啊终于呢是再一次见面了。这时候赵构不再是当年大元帅了，而岳飞也从一无名小卒变成了威名赫赫的战将。这次见面是很愉快的，赵构以九五之尊给予了岳飞足够的优待。首先呢，在岳飞出发前，一份礼物就送到了，这是一套金交酒器，东西虽小但是内涵声丰富啊。因为赵构也把同样的礼物送给了韩世忠。接见岳飞的时候呢，赵构亲切随和，回忆往事，他像朋友一样劝岳飞，哎呀别再喝酒啦，伤身误事啊。尤其是在岳飞在酒桌上一拳把同事打得昏迷不醒，实在是不利于团结嘛。岳飞呢也当场表示从此啊滴酒不沾。赵构赐给了岳飞一大堆好东西，什么衣甲了、马铠了、弓箭了、金线战袍了、金带手刀了、银缠枪了，哎，什么海平安了等等等等。一管令赵构把这些东西减半以后呢，也赐给岳飞的长子岳云一份。在这之外呢，还有一面旗帜，上面绣着四个大字，叫精忠岳飞。几天之后，最大的奖赏到了，这也是惯例，真正的奖赏会在皇帝接见岳飞之后颁布，之前的奖赏只是一小步台阶，算是盛宴开始前的果盘。岳飞被升为镇南军承宣使、江南西路枢冀州直至使、驻军江州。兵力除已有之外，江州复选的部队、江西安抚使所辖各路军马、枢州、冀州的驻军全部划归岳飞。他的防区与驻扎在长江沿岸上游区域的王谢啊，下游区域的韩世忠、刘光世并列成了四大重镇。从此这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岳家军。这之后不久，李恒组织了一次呢北伐，仙人关之战随即爆发，局势动荡，宋氏几度啊濒临危亡。岳飞突然间呢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宋廷钦点他出兵北伐，收复襄阳等六军。岳飞呢是一个睿智的人，自他束发从军以来啊，击破女真，收复失地，迎回二弟，这就是他最终的理想。他曾经呢在剿匪中无数次以公文的方式向赵构陈述，或者说呢这个是提醒啊，打内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现在呢朝廷终于重视了，开始行动了，并且由他打响了第一炮。大批的军械、物资、粮饷向岳飞驻地运来，为了运筹的顺利进行呢，宋廷派专人负责这一切。在出兵之前呢，考虑到经验问题，还给岳飞加派了几员战将，董先、李道和牛皋。他们之前是李恒的部下，曾经在江北啊与伪齐多次决战，各种规格都是以前所没有的，足以证明南宋对此次出征的重视。一时间呢，人心激越，收复失地、重建宋室的机会终于是来了。可当事人却很冷静，甚至很淡漠。在一份比较秘密的公文里，赵构把这次北伐的目标说得非常清楚。他先是告诉岳飞为什么选在四五月间出征，因为到了秋天麦收之后军粮充足，伪齐会大举进攻，那个时候襄阳等六郡都在敌方的控制之下，南宋会非常被动，与其那时候狼狈，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啊。至于目标呢，赵构强调这回啊是要夺回襄阳府、唐州、邓州、随州、颍州、信阳军六郡土地。在战斗中呢，如果伪齐军队抵抗，那么岳飞可以随意攻击，一旦敌方逃出六郡区域之外，岳飞不得追赶。
并且在行动过程中啊，严禁传播收复开封、禁抵幽燕等敏感词儿，以免诱谤警察。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啊，在刘裕登基成为齐国皇帝之后，赵构对这位前下属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。伪齐这个说法这时候还没出现呢，在宋朝的正式公文里一直都是什么大齐。甚至赵构派人出使金国，路过开封的时候，还给刘裕长子带过一份非常厚重的大礼，只不过呢，刘裕的长子不给面，都给退回来了。通过以上的分析，潜台词很清晰，赵构啊，只想收复襄阳六郡，保得江南平安，并不想和刘裕乃至金国翻脸死拼，他要留有和谈的余地。那么为了防止岳飞率军在外不听号令呢，把敌人打疼了，赵构亲笔写了一份诏书，里边呢是这么叮嘱的。怎么叮嘱的呢？哎，是这么说的，叫追奔之际，甚无出李恒所守旧界，却至隐惹，有无大计，虽立其功，必加而罚，吾在遵秉号令而已啊。虽立其功，必加而罚，这八个字多么令人郁闷呢，多么丧气啊！没等开始打仗呢，先自缚手脚，你要是立上其功了，我还得罚你，你必须得按照我说的办，你这不是活见鬼吗？相信这时候岳飞一定知道了自己在赵构心目当中的地位。赵构之所以派他而不是张俊、刘光世、韩世忠北伐，与其说是看中他的勇武，不如说他无足轻重。他成功了，于国家有益；他失败了，无伤国防大计。带着这样的郁闷心结出征，岳飞的斗志啊就愈加的高昂。哎，他说什么叫非不擒贼，不涉此江，我不再过长江了。当年五月初五，岳飞率30,000人马北渡长江，进击伪齐，第一战围攻颍州城，今天湖北钟祥。这里的守将叫荆超，他是刘裕的班职，在伪齐以骁勇著称，号呢万人敌。岳飞按老规矩派人劝降，在他看来，伪齐连同刘裕在内都和流寇一个性质，先招安再绞杀才合流程吗？荆超很激动啊，他是万人敌啊，啊，那是刘裕派的最前沿，我是猛人呐、啊，哦，劝我投降这玩意儿能行吗？我是那想投降投降的人吗？啊，那可能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赤裸裸的侮辱。于是他派一个名叫刘吉的人回敬岳飞。刘吉在城头啊大声谩骂，从岳飞到张宪把岳日军从头到尾骂了一遍，哎，有效果了。岳飞传令攻破颍州城，活捉这个刘吉。那么岳飞究竟是如何攻破颍州城的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